今天我要跟大家表演一种工业界最会刮刮乐的男人。我们今天使用的是美达宝的磨切机，搭配今年台湾最贵的刮刮乐。首先，我们用400号的砂纸，搭配把速率调到一，全台湾刮刮乐最快的 YouTuber 就是我。500，这张多少钱？1000，是500，我们换2000。我们直接从游戏一开始。哎呦，200，200，200，四个哎，六也有哎。哎呦，1000。耶！1000块，刚刚那个回本游戏二，这中头奖的话怎么办？全部拿来开店。游戏三，游戏二没中，游戏三没有，游戏四200，游戏五200，游戏六200，400，最后游戏七、游戏八2000块，2000块比较好玩，大家记得加入我们的会员，我们再买一张。